大家好，我是 Alan。嗨，我是 Amber。今天我们要去的是，我们要去你也能到的一日秘境——乔国拉寺溪瀑布，听起来很酷哈、哦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瀑布啊。然后这地方我们想来很久很久了，但是因为雾台这边要进来比较麻烦啊哈。最近可以开放申请，但其实，在划分界的那个区域上，乔国是没有在区域内，但是鹿山一样要申请这样。所以如果你来的话，可以上网申请，填一填而已，非常简单啊。很期待今天的旅行啊，因为来太久了，那瀑布真的太漂亮了，而且我们今天有一位来宾约了好久，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团，真的太难约了，太难约了，老爷还，那我们就往前面上溯啦。真的太久没来雾台了，有点期待啊，因为雾台是我心目中排行前几名的一个地方，它这个水啊、地质啊、地貌、瀑布都非常漂亮。我们上次来雾台就是去前面那个飞龙瀑布嘛。爱聊北溪吧，有做功课哦，哇，当然啊，溪流专家哎，作为一个雾台的支持者，一定要了解这边的溪。你是不是偷偷来过好几次？没，超漂亮的现在。整段多远啊？不知道哎，你真的蛮远的，然后又要过急流，所以来的话要自己小心。其实好像走对面比较好，因为这边有太阳晒。这里没有太阳晒，有点冷了。装备哥，嗨，看到装备哥就知道这行程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哦。没有啊，感觉危险性又提高许多。前面是车道，很明显的车道，就是通往哈游溪的车道啊。哈游溪好不好玩？超好玩的，哇，好玩到爆！希望哪一天可以开放，让民众进去。真羡慕有去过哈游溪的人啊！可是哈游溪现在也是可以缴钱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是太贵了，所以我们就等到他不用付钱的时候，我们再去。哇，网红哎、欸！我今天是 YT 小聚。我们要走 7K。反正这条路前面就是要渡溪，渡来渡去这样。现在水算小，那如果过一阵水比较大的话，可能比较需要注意一下。我也不知道水会多大了，自行判断。沿途酷晒，我们今天也是大概6点就集合，然后7点起灯。这种的也是建议不要套电脑来，因为你会跟烤乳猪一样。你要大便啊？可以大了吗？可以，不要拍呀。现在朔溪流行穿全黑的，没错，看全黑的。你怎么没买这件？抱歉，赶快去购买，链接在下方哦。这两个爬山的人，他在想尽各种方法来说服我爬山。他讲说爬山多好玩，爬山多好漂亮，只要去过一次，你就会再想爬第二次。然后看我爬山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事啊！没有，锵锵，好好听哦，一般的。是啊，装备哥，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去玩啊？你跟我出去的话，我叫你跳，你就要跳呢。你跳，我就敢跳，真的吗？跟我滑，你跳，你滑过 ，OK， 没事，我就敢滑。啊，期待下次我跟装备哥一起去探险，好不好？纪录片有记录哦。好，我这段剪掉。后面这山壁真的有够漂亮哦。那前面那边崩壁，然后崩壁上面的纹路非常的特殊啊。看到这山壁之后，走它右边，这就有一些树荫，不会那么热，只不过不知道这树荫会延续到哪里。没有树荫，热啊！那个找静爱社电信，这里有一个支流，然后里面有一个峡谷，听说里面也还有一个瀑布，我们就先不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走了大概一个小时，然后前面就可以看到第二个支流，就是我们的入口。哇，遇到知名网红在拍片呢。那待会因为要进峡谷了，所以大家这边整顿一下装备，整装出发。0.9K， 900公尺，但这900公尺就要走一个多小时。哇，有人帮我们主持哎，真轻松啊。
不会这么巧在山里面遇到200,000订阅的网红吧？那刚才就是第一个关卡，哎，蛮好玩的哎，好久没有玩这种关卡了，只不过真的要注意安全啊。有点像在那边，都这样。妈咪，我出柜了。很不想让我交女朋友啊！妈咪，我出柜了。就如你眼前所见的，前面这段就是一堆大石头，非常耗体力。大石头关卡之后，来到一个很平静的水面，超安静、超美的。然后前面是一个峡谷，哇，好漂亮哦！欸，超多鱼的欸，后面的山壁也超漂亮的，受不了了，玩水一下，太热了，舒服。哎呀，失败，对不起。妈咪，我出柜了。对，慢慢来好不好？你走太快，我跟不上。哇，这也很漂亮欸。前面就是第一道关卡，然后第一道关卡是从它的右岸，就是我们面对它的左边切上去。那据说这里啊，第一道关卡前面有一个水晶洞，我们要去瞧瞧。不过也不要开玩笑，因为这里地形比较需要注意安全哦。第一个瀑布到了，这个很疗愈，哎，但光洒下来刚刚好。我的同伴们好像发现了水晶洞，发现水晶洞，哇！这就是众多水洞地形其中一种。那现在水少了，如果水多的时候，这就会是一个危险的地方。尽量认识啦，认识一种是一种，然后你之后都可以闪避这些地形。哇，前面峡谷，哦，超漂亮！从支流切进来的每一个关卡都超美的。对吧？接下来又是另外一个关卡了，然后我们应该会从这边绕上去吧。然后绕上来，你就看到最后面瀑布在那个里面的峡谷里面，哇，好期待哦，超美的哎！整个弯过去就是了。那现在我们的装备哥为了我们的安全，他要架个安全的绳子。体贴的赵大哥帮我们确保，因为这里没有那个。呜呼，瀑布到了！哇塞，太猛了吧！
漂亮，然后沿途非常的有挑战性啊。那感谢这次我们的装备哥确保我们的安全啊，然后也感谢我们的阿信带头带我们来到这里。然后最开心的是我遇到我们的偶像哎，哇！我们从小看他们节目长大的，竟然可以跟他们一起出来作息啊，然后一次来就是拿到多漂亮的客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乔博拉斯瀑布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。 We are out of here. See you next time.我们要回家了，拜啊！那回程我们要玩一些更精彩、更刺激的，就练练一些高阶技术啊。